是什么买万送千。来，老板阿翔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因为我刚来这边接网络行销，那我先告诉大家，我们现在准备为了30周年的活动预热，然后我们现在开跑了 LINE 的活动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我们 LINE 现在是刚开始创办，那所以人数会比较少。不过我们要为了跑，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，所以我们开始做了活动。所以我们会在 LINE 上面会推广一些折价券的折扣。那我们活动的话，现在目前是满10000会折2000，满5000会折1000。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推广活动，就是你只要加我们 LINE， 我们就会发放100元折扣金给你。所以你只要是凭券来我们店里消费，不管你是换机油还是维修改装，就是可以现折100。那手机的部分呢？你可以接那个券的条码是怎样？好，那我这边，大家理解可能镜头要拉近一点哦。镜头这边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当你点选领取使用券的时候，会有这个画面。那再来就是我们折扣券，然后它下面呢会有使用说明，比如说跟你讲说我们的折扣券呢是单次使用，所以你只要使用完了，不好意思，就我们就只能下一次发放的时候才能给你。那你只要点选使用折扣券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呢就可以收到。那使用完你就没办法再使用这个折扣券，所以一个人只能限你一次。对，那我们还会不只是有现在买万送千啊，或者是百元折扣券，我们之后会不定期在我们 LINE 里面会发各种活动。因为比如说像现在呢，薛哥有预告说他3月份30周年庆店里面会有撒类大折扣，比如说人身布品啊，可能会大降价，或者是你像刚刚穿的皮衣后面这些衣服都会有很好很好的折扣。那大家记得要多关注我们 LINE 的活动讯息。